好，我们来看冒险最后一个等级。那么，它这边还是有这个 data critical ring。然后这些就是十个的礼包，这是台风成长必要，黑色涅槃火焰十五星卷，这个是那个大冒险的一把现金道具的剑，这是温丽的武器，威尔机器人 Mangy 机器人，这个是个骑手。Momentum 伤害皮肤，这个是就是那个雕像的那个椅子，这个是这个品格兵布莱克兵的骑手。